heng 呢，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获得过世锦赛、奥运会这些大赛的冠军，而且在世锦赛、奥运会上是第一次进入决赛。所以，小峰在后场进攻，连续杀，封网。古建杰的防守不错，马来西亚队转入反攻，保持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，杀球最快的比赛当中的时速。那么陈文宏的连贯也非常出色，所以陈文宏这名选手是越来越全面。这球是蔡赟啊，古建杰回球失误，获得了混双的金牌。王小李呢是只获得了女双的银牌，没有能够获得金牌。古建杰也是告诉裁判，古建杰这个球反应非常快啊，准备的很早。对，马来西亚古建杰在接掉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古建杰强网推了一个滚网，所以今天比赛一开始双方也是迅速进入了状态，而且双方都是抢开局的，孟海峰不会背上这方面的包袱。古建杰在网前失误，高点一个放网，范峰发前半局的时候发后场，可能对方先进攻你会丢一些分，但是呢为观众也掀起了人浪，来为这个最后一场决赛造势。双方比分一直是没有拉开，好球，确实这个对角线出得非常突然。管峰在后场在进攻封网，古建杰今天的防守非常不错，陈文宏球出界了，形成一个多拍，连续封网，再放网，对方挑起来，劈掉一下，大力扣杀，好球，机会，哦，古建杰今天的防守真是不错，又是马来西亚队手转攻，但是古建杰往前啊、哦、一个。好球，蔡赟偷后场，蔡赟也出现了一个往前机会球的失误，陈文宏这一拍处理的球，又是陈文宏进攻的机会，
陈宏球调起来，吴念宁通过放网，又是陈文宏在后场进攻，点杀，抢网放，好球，再杀，哎呀，这球！第二局比赛开始了，平的时候，整个这个过程谁都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。 顶到18平之后，再关键比分，陈文宏掌握的这球挑出了底线，哎，这个球是。 机会，好球！哎呦，这球，古建杰这一轮发球也不错。下队两个人抢到了一块儿，这个陈文宏不半场，但是效果不好。中国队进攻，好球。 反封中扣，吴建杰把球挑到自己的直线方向来防守，他有一个发球失误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世锦赛比赛。好球。 把比分追上去，但是这个心态影响了他们的发挥。 特别有力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。古建杰下手太狠了，结果杀。哦，这球蔡云放网。 还是中国队主动下压。 这球可惜，马上下队防守非常好啊！这个球马上又拿过一次冠军，各个项目，好球。 好球！两队都很大，看这个时候谁还能够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盯住球。
抓好呢也是很重要。好球，蔡赟在接发球之后，哦，古建，蔡赟傅海峰今天在，哦，要求太高，接对方的吊球比较稳健，再杀，哎呦，可能也是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，对于推广羽毛球。与这样的比赛，双方的对于蔡赟傅海峰和古建杰陈文宏来说是相对比较公平，因为两队都比较全面，而且都是攻守实力相对好。好球，19年，2008年奥运会他们获得了银牌冠军。哦，这球14-7，决胜局当中的体能啊，这方哇哟，哎呦，可惜！好球，这球放网的质量很高，这样保持攻势，头顶封，连续封网，再扑杀，哇！蔡赟去抢网，好球，然后推到。陈文宏回球，哦，这个球翻网过来，10点。反击，连续点杀，挡网，陈文宏在后场，再拦掉。伦敦奥运会时候的竞争都会是非常的惨烈。好球，劈对角。轮转过来杀扑，再杀对方中路，连续跳起扣杀，再来，哇，连续的。